루아다시게다오다라만나루브가차루루가차루어머내뜬어머내뜬여기뜬봐哇哒滴呀滴呀滴，哒哇哒哇去，飞机阿妈嘎咕，听哒，听哒啷，哒哇哒哇去，哇哒滴呀滴呀滴，哒哇哒哇去，飞机阿妈嘎咕。哦，伊那红嘎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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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哎侬哪个手里把？哎侬个手里把好偏哪海侬？伊住啊。伊侬啊住啊，伊侬。我啥话啦？抱着好手里把。伊住啊？伊住哪了？马亚南。伊侬个伟大。干啥？伊莫瑞尔么？我的长安啊。哦。哦，侬他妈尼克兰达侬。今年三岁的文恩蹦蹦跳跳地穿梭在旧法湾的石板屋里，这里是 Vuvu Galaskas 和 Vuvu 文恩的足语教室。宝贝，开球。起来。哦，我起来，起来。起来。开球。阿妈呀。三。三烂。哦，三烂。我这个布一出生下来，我就是用，足语跟他讲话。好，然后用哄他睡觉的时候，我就是用摇篮曲去哼，哦，他那个过程哦，就会慢慢慢慢的被熏染起来，一直到一岁多可以认识图啊，可以自己说。乌鸡呀，鸟来笑，跑车，哒哒哒。说是足语教室，其实就是祖孙一家的生活空间。Vuvu Galaskas 把足语作为孙女的第一语言，因此从贴近文根的各项物品、日常问候、上山采集都当作教材，再加上歌谣，这样一来就能常常在生活中自然而然地使用足语。이주아고모다이주아저기마루비루비아철철아야나가마초다가세아샘마바바我大部分很多图片的来源，教学的来源就是从足语乐园里面的来教他，还有我会照我所有周遭的物品，然后自己做图卡，然后教我的这个孙女，然后我还会实际带着他，牵着他的手，哎，跟他讲这个什么，这个什么东西，什么作用。他是我们屏东算就是最好的一个保姆，因为啊，像啊这里有非常大的落石，然后就是我们去陪同访视的时候，很感动，就是因为他觉得传承语言是我们的使命，所以他觉得他。应该要这么做。在我们常常就会跟他们讲说，就是如果你不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教的话，其实生活上就是一个教学，家里的所有的物品也都是一个可以教学的一个东西，所以生活上其实就是母语。但是在现今社会中，多语言的教育下，要坚持把族语当作第一语言，不是那么容易。最大的挑战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环境啊，不管是在家里或者是在部落或者是在教会，大部分都是使用华语哦，中文，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挑战跟困难。阿毛哥哥，发呆，
嘎达布。什么？哎呦。什么？布。什么？哎呦，什么？干嘛拿书？干嘛书？哦。一个布，干嘛拿呢？你说阿布。干嘛啦？什么？不是阿布。那个什么？你要跟阿哥们打打不？在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我们当然都是跟我们的奶奶、阿公都在一起，然后他们都会用透过祖语来跟我们说话，因为他们也不太会说华语这样。那有时候我们的妈妈也会用一些祖语跟我们说说话这样。那一直到我们开始真正去读书的时候，甚至出社会的时候，我们的祖语就在慢慢的变弱。我都强迫我自己，因为已经习惯好四十几年，习惯说了说中文华语吼，真的是一个很困难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一直告诉自己吼，说祖语说祖语，让祖语复活起来。鲁布嘎拉斯克斯原本是在学校担任族语支援教师，后来因为孙女出生需要全心照顾，因此从109年加入族语保姆，开始执行族语家庭化。初期最艰难的就是营造族语环境，于是鲁布嘎拉斯克斯鼓励家人们同心投入，也让部落知道文恩会说族语。久而久之，家人和部落族人碰到孙女，就会自动切换语言模式。跟小孩子做对话，才能够让他语言可以传承。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从小的由父母带着他们来学习我们的语言，这是一个最好的传承的方式。有时候他出去啊，跟我们的长辈也可以这样子对谈哦。哦，有一次那个我的那个表叔刚好来我们那边，串门子嘛哈、哦。然后伯伯就一直跟他说母语，那个表叔就说：“哇，我真的是很感动，我好想一直就是跟这个伯伯在说我们的话，好舒服哦，这样子。”哎，所以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欣慰跟感动。他可以跟老人家哦讲话，你就能弄。我啊，七阿，哎诺七阿，哎诺七阿，为么子？啊，是奶，是奶。七阿为七阿，你妈七阿，你妈阿七阿，路上乌拉，路啊乌滴滴，乌啊乌啊，乌啊哇。因为就像小妹就像一个海绵一样，她会一直吸收一直吸收，等到她语言爆发起的时候，她的语言就会出来。所以我们是希望这个孩子从零岁就开始可以听语言，可以听族语，然后一直自己听的时候，在保姆跟我们在执行的人在的努力之下，希望可以更多的孩子可以在语言上有更大的成长。推动计划的承办人也会定期访视陪伴族语保姆，解决族语教学时碰到的问题，并且适时提供各式族语教材。这边都是语言别，然后我们是台湾族的北派，就按这里这样。哦，用手按，我也用手按，不用点读笔。对，所以保姆在使用教具的时候，他们觉得有教具去协助他们，可以去辅导他们在平常。不知道该怎么去教学的时候，教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所以他们在使用教具的时候，他们可以延伸更多的话，可以延伸更多的族语，让孩子学到更多的语言，不是只有单方面的单词而已，而且连句子都学得起来。阿叔，你们那啥行？阿叔，你要给他唱歌了，那要不？阿叔，你要给他唱歌。哇，马皮带点，马皮带点，古巴加苏库啊。放下学校族语教学的工作，回到家庭，用沉浸式的方式陪伴孙女走在族语传承的路上。乌乌嘎拉斯克斯有很深的感触。
我很珍惜那个让他把那个主语学得更好，不然很可惜到学校又开始讲国语。在家里当然会讲国语，但是至少我们常常只要在家里吼，只要在家里，一定是主语对话。因为我本身是也是很多年的主语资源教师哈，那在学校的教学，还有当我接触这个主语保姆的时候，有很大的一个感触哈。即使在学校，一个礼拜只有40分钟的时间，让孩子们学习这个主语，当我们下个礼拜再回去的时候，一样又是个复习，哦，真的是很难。特别如果家长在家里都不说主语的时候，真的是很困难。这个教学的过程，哦，我最大的看见就是，我们主语的传承一定是要在家里，哦，落实这个主语，才可以看见我们主语复振起来，哦。看到这样的结果，当然成果当然会觉得说是很感动，因为有人可以去延续这个语言的文化，然后让我们不要失去我们的那个语言这样子，因为语言是我们原住民的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资产这样，然后不要让这个很美的文化遗失在我们这一代这样。问啊什么白又问三年时间，文恩已经可以流利的用祖语对话和说故事，妈妈斯勒巴的祖语也跟着进步了。乌乌嘎拉斯克斯说，家长一定要陪伴孩子从单字开始，勇敢的在日常生活中说祖语，才能突破困境，开垦出祖语传承的那条路。第二题，嘎拉斯克斯阿玛纳尼盖。Ari kita mulai a ibu tua cakai a kena cari sianan. Kita dengar ketika nama Ari jamatu.